走了。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，好，来，因为那个巴西
新人宿内是不是要了解了？哎，我想问一下黄俊云同学，你那条是？好的，大新人们，我是大哥。好来。是要通关还是不通关？没有，小心点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鞠躬我来，发心流出的，我来。谁是你？这个是你吗？哈哈哈哈哈！等一会儿，我就先是吧，我气势。哎呀，我手等不稳。老公，你别让我看看我这就来呀、啊。这是你给他周旋的纸牌，没来就。那你不会赢了这个专业选手吧？来，发现有事。啊，现在是我们狐狸战队，出现的第四个选手。摔就摔啊！哦，听起来更加酷炫，好惨，就是个摔。啪！加油！好厉害！加油！耶！快点！加油！快点！加油！加油！导演怎么在垫子外面就开始鞠躬了？两个人相敬如宾，帅。这个有什么动作？有什么要说明吗？这个展示怎么飞出去？一下怎么把我飞出去？我这个东西把你飞出去好不好？你看着办吧。你说飞出去是可以商量的吗？就是他们好像一切都是有商有量的。我们这边很厉害的。这段对话很尴尬的样子。欢迎。相信黄志磊又来了，身体不如以前的黄志磊又来了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我爸一把年纪了，何必呢？这个帅，这个帅，这个帅。啊，你还没开始呢、啊，哇！还有，太拼了，我的天！快要飞起来了。没站稳。好了。我们是不是得上下天？我
加鸡蛋吗？加码？加什么？加码。啊、双手侧手杆加鲤鱼打挺，周周。哇！完全是杂技节目，来双手侧手杆。我爸休息一会儿，我来。我爸休息一下。啊，休息。好，现在周周完美的 ending 啊，周周。鲤鱼打挺啊！我的妈呀！翻回城，好吧。还有，不要勉强啊，周周，注意安全。没有，他可接下来是李佳平。尾巴，周周尾巴，尾巴掉了。哎呀，张医生，快来一下。没看，我们孩子尾巴掉了，这有扎定型的，已经很帅，已经很帅，已经很帅，已经没事没事，待会儿他就给你缝上。那这样，我们接下来，爸，哦，这叫我爸，啊，他是柔术，这那个，刚才这边是八九，他是倒立，我们的黄这边是倒立，好，你要垫子吗？不要是吗？啊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不要，小心！等一下，我们把它收走吧，后面都用不了垫子嘛，对不对？后面都用不了垫子吧？哦，好，那在这儿，黄志烈在这儿好了 ，OK， 好。哇！大力跑！哇！我是摔伤了，我爸摔伤了，哎，我爸，我爸一把年，志烈，我们的黄志烈，我爸。行的是一个手这样子陀螺转，结果手杵在这儿了，而且他脸现在好歪。我身体不如以前身体不如参加歌手太辛苦，多补补。不错，往这里他用的是这个倒立行走，你那边还有吗？倒立没有就好，就认输好吗？我们天爱会空翻，对吧？空翻，天爱倒立没问题，但走路会有点辛苦。但是它倒立非常美。我们先可以给你们来个倒立，但是呢不走，然后再可以来个空翻，好不好？这个两个表演吗？需要大陆来，因为有倒立要别人翻一下，让他翻过来，走一点点啊。哇，小爱的脸真小。哇，先表演扎头了，先表演练扎头。不要勉强啊，周周，不要勉强。没有，接下来是李佳婷。周周伟哥，伟哥掉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张医生，没事。哇，穿过这会好帅呀、啊！口气，挡到了，我这也挡到了。我看这个人怎么样？很简单啊，没有规则啊，来，出来了，就是要在他背后拍上，拍上，印象印着，来，预备，开，加油，周周，加油。二周周加油！加油！周周加油！我好想看到这个，周周加油！啊！周周加油！其实我们还想啊，不是一时的两次，张军你要进攻啊！真的是，哎，这是谁录的啪啪啪吗？但是，啊，开始。
关，要根据对方的指令完成一个动作，看三分钟里面能够完成多少个。好，那么因为刚才我们赢了，所以这边指令就由我们先来了。我们先来吧。好，我们先派出的四位首发阵容呢，就是黄景瑜、小爱、还有大陆以及武力星星，好不好？来，是每一个动作必须是四个人做，是吗？对，只能，而且只能是四个人。好的，而且到地就讲一个。对，好，来，请拖鞋上垫子。其实可以轮流换吗？轮流换，可以。哎，我们这队没有女队员，我都不想玩这个。哎，你什么意思？娜姐，娜姐在啊。海涛，你是队长吗？对，我是队长。队长也可以玩啊。算了。啊、不要把我当一个女队长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你们一定要有女生，小小个子的。没有，小我们小个子有。小个子就是我啊。来，不用头发的是吧？请注意。来，我觉得在字，我觉得在这方面，嘉哥应该是很强的。好，你讲指挥还有摆姿势，姿势，姿势和指挥就是嘉哥的座右铭。对，三分钟，准备，兔子蛋战队。你来摆啊！计时开始，第一题，四个手掌，两只脚。从哪个牌子给？从哪个牌子给？一个在下面，一个在最上面。哪个牌子？一个在最下面，趴地上。现在是四只脚，四个手掌，两只脚。对，三只脚，两只脚，两只脚。来，把一只脚，一只脚拿起来。四个手掌，两只脚，现在不能有肚子，不能有肚子。不能有肚子。四个手掌，哪个牌子？刚刚那个动作，你们四个手掌，两只脚。你们都抱着他们，你们就干脆放着。好怪异的思维。那还是四只脚，还是四只脚啊？不对，不对，海涛，海涛，你只能这样，你爬到。海涛，你爬到黄志烈身上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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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，不对，对，不能有膝盖，不能有膝盖。海涛，你有膝盖，黄志烈是对的，黄志烈是对的。只能做一个姿势了。他们思维好怪异。两只脚，两只脚，两只脚。两。现在还有两只脚。你背在海涛后面。四个手掌，两只脚。海涛，海涛，拿着。嘉哥要头疼。刚刚那个动作，还是一只脚，还是一只脚。多一只脚。少两只手，多一只脚。四个手掌，少了少两只手，少两个手掌，少两个手掌。太笨了！你们太笨了！你们听我的，你们听我的。来，许魏洲趴下，维嘉趴下，维嘉趴下。黄志烈，把他们脚拿起来，偷偷偷偷偷偷爬上去，在他背上。三二一，走走，在他背上走。三秒，三秒，三。成功，下一题。好，两根手指，一个手掌，两个臀部。对，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说这个没人做。两根手指，两根手指，一个手掌，两个臀部。从上一个，对，손바닥두개，손바닥하나，一个臀동이두개。再说一下，两根手指，一个手掌。一个手掌，两个臀部。从个手掌，从把它看到一个手掌。你骑在他身上，你骑上去。真的好蠢，上去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。太棒了，好笨呀，好笨呐！哎，这对脑子，我们这边脑子不好使呀。谢娜，你快去帮忙！你不要笑，你们现在靠一个韩国朋友在指挥。No， 两根手指，一个手掌，两个臀部，没有背，两个臀部不能有脚哦，没有脚 ，No feet， 没有脚，没有背，没有背，不能有背，起来，你起来，两根手指，一个手掌，两个臀部，你点头也没有，你背在上面，不能有背，快上去，不能有背，没有背，海涛没有背，海涛。
下去。海涛有腿在那儿，海涛有腿。海涛的腿不行，海涛你不能有腿。看看两个臀部，两个臀部，两个手指，一个手掌，还有一个手掌。三二，等一下，三，不行，后面多一个黄志烈的屁股。好，起来，来准备，三，好，周周，周周，你必须坐在海涛的身上，来，三，不能有脚啊，来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复杂？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好。时间到了，这边做了三分钟，做了一题半，好不好？一题半。刚刚加一个，好不好？好，给你们加一个，看是不是？你们算题的问题，还是我们脑子有？这样，出一道题，两队一起做，看哪队更快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准备。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你们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队主要的问题是队长不参与，队长一直在旁边笑，黄志烈一个韩国人在这，我晕了，你滚蛋，你滚蛋，你滚蛋。队长不参与，队长参与不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好像说不听。好，准备啊，来准备，听好题目。两根手指，两个膝盖，两只脚，开始。등하나첫번째네개발하나등하나첫번째네개발하나两根手指，两个膝盖，两个脚。可以，坐上去，两个女生坐上去。两根手指，两个膝盖，对，两根手指，两个膝盖。第三个，两根手指，两个膝盖，两根手指，两根手指，不能有肘，这里不能有。손가락두개무릎두개你俩大陆抱着两个女生，你只负责两只脚和两个手指，大陆抱两个女生，来三，来三秒啊，来三二一，我们成功。听着，兔子队落爆了。那个，我们兔子队，会加油，好吧？好，那么兔子队不好意思，你们要接受惩罚，这个惩罚，哇，黄志烈一身的汗。完成图片指定的动作，请看。好，几个人？你们看有几个人吧。兔子队接受惩罚。我们兔子队一定会赢到最后的，好吧？我们一定要加油。快让杜海涛做悬空的那个，我好期待。我是那个吧，我是第二个悬空。两个悬空，佳佳和娜娜悬空。第一个你悬空，佳佳你悬空。谁来？海涛，最后一个，我最后一个。对，海涛弱，最后一个。海涛，你做基石。然后周周比较强，周周做中间那根柱子。海涛最弱，做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最容易，你只需要举腿就行。黄志烈 ，first one， 我们也是做比他们快啊。我们刚刚也做一个比他们快。我们应该很快。踩住，摁住他的腰，对。跪下。然后周周跪下，举住娜娜的手，腿，举起来。有。好。娜娜，你要直，要直，哎，很好。你怎么没脱鞋啊？有啊。直。大姐腿伸直。在干嘛？我们这。快！浑身都痒着，在干什么？娜姐是怎么中了你的笑点？我这里痒，你抓着我的笑，怎么办？那你搭，你这样，你就在这一瞬间把周周想成你很熟的人，对，就是熟的人也不能碰这儿。等一下，你要知道他很辛苦的。往前一点，黄志烈，往前一点，也不用爬，你走过来嘛，你爬过来。好，来。
是吧？你最后再动，你最后再动，你让他忍一下，你最后再动。佳佳上来，佳佳，摁住他的，对，然后你抓住佳佳的腿，对，把他举起来，举起来，不是抱起来，是举起来，对，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娜娜上来，准备，三。这样好了，你们休息，我们狐狸队打个样，好吧？狐狸队打个样。不行。来，我们这样。又要脱鞋。又脱鞋。我们这样，我们打个样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黄之泪 ，One way， 只手一只手，一只手。小心，我先扶住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万勇一起，有没有他们四个人一起？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来出，我们来出什么两个背什么是那种手掌，一个后背，一起的，只要一个后背，一个后背，四个手掌，就把咱给盘上了。警察呢 ？No， 你们四个，你们四个人一起，四个是你们四个人一起，把咱给盘上了。一个后背，连起个起，连起个起，一个后背，连起个起，四个手掌。Together, yes. 一个后背，四个手掌，一只脚。姐姐，你的课。四个手掌。对。对。中中中的一样，跟他跳的一样。好，一只脚。一只脚，不用，你可以有一只脚站着就行，你不用爬上去，你有一只脚，然后但是黄之泪腿要举起来，因为只能一个后背，对，脚，耶，你可以帮他扶一下脚，然后一只脚，哎，少一只手，哎，周周，好，好，好，漂亮 ，OK， 好，辛苦了，谢谢，好，我很容易到我们。说是热身游戏，大家已经起立透支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牛探长、牛局长到底要给我们出什么样的课，已经在上面做好准备了。因为刚才呢，在这个你说我做这个环节当中，我们这个兔子队啊略逊一筹，所以你们先来接受挑战。在这个90秒钟的时间里面，是90秒吧？90秒钟的时间里面，看我们哪一队抢的胡萝卜多。大陆，你可以帮忙拿一个胡萝卜给大家示范一下吗？就只有这样的才算啊，其他的那些，其他那些都不算啊。是一个。好，请注意，如果有谁被大陆打到三次就 out 就出局了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对，好，五位，请就位。随时换位置的啊，扑朔迷离，但是记得只有90秒，来准备。预备，90秒钟，计时。
一次。掌声给我们兔子战队。